怎么样？可以。这边能吃吗？小强，你们这么晚了，不是要为什么？吃三天了。吃三年了。对啊。哦。你每天吃几餐螺蛳粉呢？两餐。这么喜欢吃螺蛳粉？吃完了干嘛去啊？吃完了干嘛去？泡妞啊。泡妞啊。好，再见啊。行啊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八点，八点，八点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华，现在在广西柳州啊，在柳州待了两天了，今天。 晚上出来觅食，半夜睡不着觉。有个朋友介绍的，说这边有一个摊子摆了七八年了，从晚上11点开始，一直到凌晨4点结束，天天排队。进去瞄一下。惠州那边，然后先去重庆，然后回来的时候才到这里。那贵不贵啊？啊？这怎么你们吃这些花了多少钱呢？160-170吧。180。几个人呢？七个。七个人花了180。 你们从哪里来美女？本地的，本地人喜欢来的地方。本地人认可的味道，应该是好味道啊，能够代表我们柳州的本地味道。对啊，它不像那种网红店呢，网红店都是骗人的，千万别人的。网红店不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是啊，我们也是听到刚上来看了一眼，问了几个人，他说没有这上面那个好吃。你们这边来几盘帅哥？ 对呀，你也是本地人，老顾客了。凌晨都排队的店，那真是不简单的，肯定。OK，搞定了，我要不辣了，要。柳州都是夜生活，这是凌晨了，小朋友不睡觉啊？他吃的不辣的吧？不辣的。嗯。 1.82元9块，1.82元9块，2000，然后这菜是搭配的是吧？另外算那些是另外加的。这个是另外单算的。1.82元9块，然后这些菜啊，这样要吧？单算的，想买多少买多少。就是可以加这个猪脚。这是什么？鸭掌是鸽掌啊？鸭掌。鸭掌。加辣椒。2块。加一个。2块。加一个。2块。 2块1两，这样算面。有20。这个是20块钱的，加了鹅掌，鸭掌。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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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
是吧？算是。他们怎么了？里面是什么东西，帅哥？鸭胗，香肠。香肠鸭胗是吧？啊。鸭胗，香肠。你听放鸭不？鸭胗。这人排的队就没断过。嗯，越排人越多了。继续加上。哎，小伙子，你们这店在这做了多长时间了？这里摆摊都摆了八年了。摆摊摆了八年了。啊，大概摆了多少碗？谁来？摆上了。500碗这样，一碗卖500碗啊，500。到几点钟结束了？你们4点多，到4点钟结束哈。你这像98年的、08年的样子。他们长得真年轻啊！吃螺蛳粉了，吃螺蛳粉吃年轻了。我以为你有20几岁呢。那边下可能是你弟弟。嗯，家大福。你就是兄弟两个人出来摆摊是吧？啊。花舞精神小伙，可以。卖螺蛳粉，一天晚上卖500多碗。你这个汤是用什么熬的？螺蛳啊，红薯啊，熬多长时间呢？熬5个小时。干活利索。啊，两份，两份啊。大肠，
三十。两份30块。这是高配版的。好，你是不是本地人？我是广东的。广东过来吃。广东不吃辣的。也有吃辣的。也有吃辣的啊，你特别喜欢吃是吧？啊。哦。广东的小美女。真的来了。正常放，好，正常放。3块，3块，这些自己加。哦，自己加。哇，分量给的很足啊，都是粉的，然后里面是放了青菜的，这一碗很扎实啊。还有这螺蛳粉啊，天堂口粉，它这个粉特别劲道，吃的口感就特别弹牙的那种。我来尝一口它这螺蛳粉的汤哦，这个汤呢很鲜的，这个每个螺蛳粉里边都有这个腐竹啊。拿下这个，好像就是那个豆腐皮炸过一样，就吃那个不那个涮那个火锅里边麻辣火锅里的麻辣烫的差不多味道，但是没有麻味儿，汤呢稍微有点酸味儿，这汤还挺好喝的，而且这种辣味呢是大多数都可以接受的，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，挺惊艳的啊。这里边你看，他都给青菜都给了蛮多青菜，晚上都吃点青菜，他不长胖。一直在排队哟、哦，看看这生意。加辣椒。